养猫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，不仅可以增加家庭的欢乐氛围，还可以增加主人的陪伴感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让你的猫咪健康快乐的生活，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饮食要合理。猫咪的饮食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猫咪的健康状况。你应该选择高品质的猫粮和罐头，并且注意猫咪的饮水。适当的饮食可以保持猫咪的健康状态，避免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，提供足够的水源。猫咪需要足够的水，否则它们容易出现尿道结石等问题。你可以为猫咪提供一个水盆或者自动供水器，定期更换水源，确保水的清洁，提供适当的环境。猫咪需要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，让它们感到安全和舒适。你可以为猫咪提供一个舒适的窝，让它们有自己的休息空间。同时，你还需要确保环境的整洁和安全，避免猫咪接触到有害物质，定期打疫苗。猫咪需要定期接种疫苗，以预防各种疾病。你可以咨询兽医师的建议，制定合理的疫苗接种计划，确保猫咪的健康状态。定期梳理毛发，猫咪的毛发需要定期梳理，以保持整洁和健康。你可以使用猫刷或者梳子来梳理猫咪的毛发，同时还可以顺便帮助它们去除皮肤上的污垢和虫子，提供适当的运动。猫咪需要适当的运动，以保持身体健康和活力。你可以为猫咪提供一些玩具，例如球、老鼠等等，让它们有足够的运动和娱乐。同时，你也可以和猫咪互动玩耍，增加它们的运动量和活力。定期带猫咪去兽医检查。定期带猫咪去兽医检查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发现和预防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。你可以根据兽医师的建议进行相应的检查和治疗。注意猫咪的卫生，猫咪需要定期清洁身体，特别是清洁私处和肛门。你可以为猫咪提供一些清洁用品，例如猫砂盆和清洁剂，定期更换猫砂和清洁砂盆，确保猫咪的卫生和健康。注意猫咪的情绪，猫咪的情绪也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对于容易焦虑或者孤单的猫咪，你可以为猫咪提供足够的陪伴和关注，避免长时间孤独。同时，你也可以为猫咪提供一些玩具和娱乐，增加它们的乐趣和兴奋。总之，养猫咪是一件需要负责任的事情，需要注意许多细节和注意事项。只有确保猫咪的健康和幸福，才能真正享受与猫咪相处的乐趣和快乐。